灌水舞搭配各种不同灯光，美丽景色点亮夜晚。迎接端午连假，新北市府推出系列活动，现在晚上来到深澳渔港，每半个小时就有一次水舞展演，启动水舞表演。不只有水舞秀，这次活动更结合当地特色，民众还可以搭船出海夜钓，海产现抓现吃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更化身代言人，亲自登船，抢先体验出海夜钓的乐趣。新北市在推观光休闲产业，结合我们的青春山海线来到深澳，这是咱东北角上水的所在，尤其咱的深澳渔港。结合咱周遭那种橡皮岩，那种酋长岩，这种几个精髓的，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岩石风化区。深澳渔港拥有全台数量最多的娱乐渔船，海产更是便宜又好吃。这次结合水舞表演推出期间限定套票行程，吸引民众在连假期间前来体验山海线玩法多样的五鲜魅力。在新北市综合报道。